偷腥的女人，洗也洗不掉的七个痕迹。一般来说，女人在外偷腥，总是想要掩盖自己的罪行。其实，无论她掩藏得多么好，总会有破绽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偷腥的女人总有洗不掉的七个痕迹：一、抱着手机聊个没完，不愿意搭理你了，还不让你看她手机，不告诉你在和谁聊天。二、注重打扮，花枝招展的，一看就是出去招蜂引蝶的装扮，走路的姿势都开始变了，以前大踏步，现在走小猫步。三、在朋友圈里不再提起你，也不喜欢秀恩爱了，甚至不太愿意让人知道和你在谈恋爱，他手机里也没有你的什么照片，删得差不多了。四、自己的隐私开始藏起来，不再让你看见，内心的秘密也不再对你诉说，和你之间渐渐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。五、你稍微犯错误，哪怕是很小的错误，他都会不依不饶，大发雷霆，小题大做，总是想和你吵吵闹闹，其实内心心虚，想给自己壮壮声势，也就是虚张声势。六、喜欢夸奖别的男人，开始不断贬低你，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后悔和你在一起了，更深的意思是我不爱你了，我外面有人了。七、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，他可能还是愿意回心转意的，如果没有孩子，离分手也就不远了。